本集节目由必胜客赞助播出。欢迎收看《木曜四超玩》，不得了，好了，哎呀，哎呀，哎呀，恭喜啊！六大金刚合体，先恭喜一下 Kid 啦！哎，谢谢，谢谢，谢谢，木木啦，木木啦，木木之父，木木之父，算是这个初为人父，是，我们是要替他高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非常的可爱，而且健康活泼，没错没错，健康最重要了，健康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对，所以现在是每天在家里这个带小孩，对，我觉得等于是身当这个保姆的角色，对对对，因为很多几寸呐，对啊，对，因为很多网友都说。为什么 Kid 没来？实在他是太忙了。对，前面他又要这个路玩很大，还有很多的他的录影，然后还有小孩子生下来，每天晚上都要带。嗯，产假，他对他没有办法，就是说交给保姆带，他不放心。嗯，那主要也是太贵了啦。对对对，主要的问题我没说出来，他硬要自己说出来，我就没办法。对对，我想本来想帮他稍微演示一下，就是太贵了，就太贵。我想说，哎，跟老婆讨论好，说自己就是两个联手来照顾。这娶到一个贤妻啊，因为他太太每天这个主动带小孩，嗯，而且还喂养母乳，嗯，这个事情是让我们非常尊敬的。对，这而且他可以给小孩子得到最好的养护，是是是，好不好？对，恭喜恭喜，谢谢台哥，谢谢台哥，谢谢大家。哎呀，而且这听说呢 ，Kid 也要就是怎么讲，有子则贵嘛，然后呢，准备婚事什么满月什么周岁一次过。哦，对，因为先生小孩嘛，对，然后婚礼还没办，还没办，然后会办在今年，然后再到时候再压钱到。哎呀，恭喜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们节目那真的旺得不得了了。他 Kid 是结婚前先加熬一次做。嗯，我们这个气势更加的旺盛。哎，谢谢谢谢谢谢木曜家，托你的福，托你的福。对对对，今年我们真的好好托你的福，最少一个小孩子就最少托福。而且你没有问他那个叫取叫木，对，一直在等，一直在等，一直在等。为什么小孩子要取名叫木？等等，你为什么会有一个？哦，对对对，有一个忽然想起来，这个 Q 好了吗？倒也不是，是小孩子，不是小孩子，是下午的时候我们在录一个片段嘛。哦。然后我们已经全面都功课过了，但是我们因为是直播，是比他先播嘛，所以我们讲好了说今天下午讲了什么，我们现在就要如实再讲一遍。对。然后我就在等你 cue 那一句。对。为什么小孩子取名为木木？哦，因为我本身很喜欢木头。哦。然后又加上我因为是林嘛。对。所以就是木木。哦。所以他叫林木木。没有，他叫。他的名别的名字，他小名叫木木。哦，小名好可爱的小名、啊。对对对，这是忘掉介绍。换讲换讲，没换。这我还以为是因为木曜，我还以为是因为木曜，对对对，或者说是因为诗书，他是木人像的诗书，所以才取名叫木木。当然木木呢，就是一切就是我呢都跟木有关，对对对，都跟木曜啊，对木木都有关，都有关，所以都是一切都是蛮有缘分的，太有缘。而且你坐在旁边这位就是木中之木，木中之木，木人像，少林木人像，对啊，哇啊，多谢诗书。我们不是说好要当啦啦队吗？对对对对，这样我们就可以成立一个，这个次序整个我都乱掉了，从头到尾都要人家提醒啊。对，不是我这整个次序乱了，刚下午的时候讲的很好的，怎么下午没有蕊过啊？没有蕊过，我一蕊就整个完蛋了，对吧？不能塞，不能塞，不能塞。所以我们就要，你现在拿麦克风干什么？没有，只是懒的，他本来是这样嘛，我把它拿过来。哎，那我讲一个今天下午没有讲过的，你讲讲好不好？好，木木他是。木曜嘛，木曜对，木曜是礼拜四嘛，对对对，木木就是礼拜四生出来。哎呦，哎呦，好有缘分，真的真的，终于连结了，一月终于连结了，一月五号礼拜四。哎，会不会他会为了庆祝哦，就在木曜那天生，后来取名为林木曜。然后我们就顺势改名为木木四超玩，木木四超玩，会不会四超玩？这个好，这个好，我们就等木木长大，好，等木木加入我们的主持行列。对，哎呦，可以哦，可以哦，林耀不是不是不行哦，好，可以哦，好不好？就只坐在那边，坐在这边了，好不好 ？OK 了。所以这个师叔，我本来应该讲什么师叔？没有，这时候反而是我要讲说，就带木木一起去参加水下作业大队，我们两个就一起跳下去，然后摇就搞死我们两个。所以一直我修正哦，下午讲陈梦哲，然后现在讲摇了，讲对了，讲对了，不愧是新生代的王者，厉害厉害。iOS 版都要一直更新嘛，先参加一日月嫂啦，对啊，对啊，这三位一日保姆了。这个还没跟台哥报告过，要跟台哥报告一下，因为台哥跟两位是路过那个一日保姆，是当初是蔡桃贵嘛，算是蛮有经验的，对，所以想说我们拍一个一日保姆二，
这次由你领军两位姐妹，以及再加入玛利亚跟坤达哥，然后我们让 Kid 放假五天，我们一人带一天，让他出去玩。他不放心啊，我跟你讲，你说对了，他真的不放心，真的。因为我刚跟他聊天，我就知道他真的很爱小孩。他每天呢可以说是形影不离，然后每天不仅形影不离，他出来工作有没有？他老婆还要再发木木现在的动作给他看。要无时无刻不要看，对，那个24小时摄影机都是监视着，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我跟你讲，就是很奇怪，就是小孩还没有生以前，你都不晓得，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当你看到孩子在抱怨面前，就看，哎，这个小孩怎么会叫我爸爸？对，他跟我是什么关系？台哥外面聊天的时候，对啊，我就发现哇，台哥真的聊的真的是跟我是真的有一个共频，我突然间可以跟他聊超过一个小时，对，很难得。本来我们八年话讲不过两分钟，哎，而且刚这跟老板娘的连结差不多。刚刚 Kid 在里面还讲说，哎，台哥其实真的懂蛮多。对，台哥竟然知道那个自然产的时候会有增加小孩的免疫力。真的，我劝大家，除非是脐带哈绕颈，你知道，但是轻易不要做这个剖腹，非必要，非必要，就因为这个产道，小孩在经过自然产道生下来的时候。经过那个产道的挤压，压到肺啊、头啊这些，其实是对身体是很好的，而且会增加很多自然的免疫力。哎，这个我完全相信，完全相信。而且有很多，比方说有过敏的现象，什么过敏儿，这个都会减低。而且好像说什么气管也会压一下，有气管本来就通了，闻不了，通了，出来就好了，通了，出来就一口老痰，呸就好了 ，OK， 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人家想说这个台语讲什么？这什么讲这种？哎，什么？起家在北部洗，才知道这个父母的难处。对对对对，是不是这样？你现在看到小孩，你就奇怪，你就这样一直这样看，一直看，百看不厌，怎么样？你第一次看一个人会百看不厌？不可能，是不是这样？看老婆都没有看那么久。不可能，看他就看隔壁王妈妈都没办法看那么久，是不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所以你就看小孩，就是不管你有三个小孩就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没错，看来看去，看来看去，对，就是可爱，是不是这样？坤大哥，你听了以后有没有想？很替他开心啊！谢谢了，谢谢，谢谢。好久没回来这个摄影棚，有点感受到这摄影棚的温度喽，有感受到大家的温暖，有吧，有吧，感受到大家温暖，非常的温暖，对不对？就是很像一个 family 一样，大家就是一个。不是，我今天要听歌回来，温度再降两度，不行不行不不不不不不，我在享受温暖，我享受温暖啊！我跟你讲哦。你可不是第一个脱外套的哦！哎呦，我刚刚是脱了多少？我这里面还有一件发热衣在里面。那谁要脱掉？不要闹了，真的闹，好不好？这还是很开心啊！这个 Kid 喜获麟儿，对，谢谢大家啊！弄脏之喜，这太好太好。那就今天到这边告一段落，差不多。今天又是一个开心的日子嘛，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先看一下有什么事情要送给我们的，来，可能是给 Kid 的礼物啦。哦，应该不是，应该觉得是。哦，这个是那个，这是那个。哎，刚刚没有讲到，刚刚没有讲到那个，哎，哪个？很想看的啦啦队啊，啦啦队没讲，我是怎么讲到提了一半？我是怎么讲到啦啦队的？你是讲说那个他会不会回去？对，你说杨会不会回去再继续当啦啦队？对，我为什么会问他要去回去？就是我们刚的那个主题，刚好可以问说，哦，去转变，对对对，好怀念这个 tempo， 好怀念 tempo， 木鸭我回来了，木鸭，我第一次看到主持节目是。往回主持的，是往回去聊的，厉害厉害！我跟你讲，而且全新的两个钟头前讲的话，全部忘光，忘记，而且就算是两个小时前，也是这样，两个小时前，然后这样聊回来嘛，聊回来。No， 我们是这样聊回去，聊回去，再聊回来，再聊回来，漂亮，漂亮，漂亮，好，聊到观众都听不懂，他们还是想看。我跟你讲，他为什么是师叔啊？我跟你讲，我有一个建议，你不见得一定要把之前的梗重现。不是，你讲，不见得一定要。我们可以讲清楚，因为现在我跟你讲，有几个观众说，信不信你不告诉我，我死给你看。其实刚刚台哥在那边讲的那些让你听不懂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前面录的 VCR， 然后在那个话题里面讲了一些笑话，这样，然后他觉得很好笑，所以他想要直播的时候也讲。可是他讲的零零七零八落，我就有点听不懂。你就继续当。
逃犯，阿兹卡班的逃犯就好了，你不要再往回问了。不，那好，那我逃，你讲啊，你说是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刚跟你说了，他主要是他不是想要讲给他的，他是自己想知道。想知道他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讲到央央说呢？他是木木合唱团，就是有什么可以转变的契机，然后你说那你就可以回去当啦啦队啊，然后你就说木木啦啦队，木木啦啦队，然后他就讲木木木，然后我们讲啦啦队，对啊，对对对对对对，我在看重播吗？对啊，哎，这样子好吗？你们看不懂就看我们刚刚那录的那段 VCR。你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锁定一下，可能那段 VCR 好像过两个月才会出。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段 VCR， 既然你们都提到了，跟各位观众报告一下。哎呦，下礼拜呢，本来是要播出一支筹划超过一年以上的一个一日系列。我们现在很多一日系列是筹划三五年。你讲。标题有合约的关系，我还不能讲，但是一个很大的一日系列。哎呦，那好奇。跟一个很惊人的厂商合作的，但是他。那个我讲成那么多，一个很惊人的企业合作的，是大家想看的。可是呢，因为一些调度的关系，所以他下礼拜先延期。然后我个人的想法是，本来我们下午录的那个东西，我想要把它用最快的速度剪出来，下礼拜播。这么快？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们录的状况那么好。嗯。录了太精彩了，五 G， 然后录了两个半小时，然后每天一直抢着讲话，所以有可能下礼拜就播不出来了。没关系，下礼拜播你自己坐在那边唱歌唱五分钟。下礼拜如果发生没有影片播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做一个直播的特别节目，然后度过一下。那下礼拜影片先休息。网友说：“又来这一套。”哎，我跟你讲，是不是？但是。只要是什么是什么？你啊，你说你说，你可以不要那么分心吗？你跟你讲哦，这个好看，这个。你讲你讲，其实我他妈的。你要讲妈的多重宇宙啦，我还故意跟前面的离得远。这个节奏怀不怀念啊？怀念到爆！乱无章法，毫无逻辑，时间序乱跳。我觉得我讲话不清楚都是这个节目害的。哎，木木合唱团，那你唱讲一遍。木木拉队，木木拉队，木木拉队，来讲讲。嗨，土木要事超完，亲爱的六大神、百祥及幕后辛苦的各位。当然还有 Eric 老板娘，感谢你们为台湾、为世界创造了木曜这档优质节目。我也不知不觉当了六年的，可能这个就是我了。这是啊，广东哦，广东木曜粉了。我从一岁半，就因为父母经商的关系到了对岸。虽然我一直生活在大陆，但我真的超爱台湾，也超喜欢台湾的节目。记得第一次看到木曜是因为闹剧荒，突然看到 Kid 哥的玩很大，还有另一个综艺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结果一发不可收拾。我跟你讲，就是不可收拾，很多都是没有看过我们节目，一看节目是整个都不可收拾。我们节目到现在都不可收拾了。你说，你说，两个多月的时间就追完了所有的直播，两个月你就追完了，还有拍了七年，你就两个月追完，表示他看得很看得勤。那你说，真的太好看了。之后的每周四都是我超期待的日子。而且陆续加入的主持人我也都超爱。对，哎，这几天我带我老婆回到台湾办理登记。哎呦，恭喜雷嘛！就想如果有机会，就想要写一封信给木曜，感谢你们。因为时间比较赶，所以没有太多准备，就带一点点小礼物，希望大家会喜欢。祝木曜长长久久，祝台哥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祝木曜的各位身体健康、平安顺心、心想事成。白六，李友，李友，李友长，李友，李友长。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We do appreciate everything that you've done for us. Okay, no problem. 恭喜你。Thank you. OK， 那就细节了，没有了。来，听我说，他还有送没了吗？对不对？没了，没了。等一下呢，我们要回归木曜的本色，我们要回归电玩节目，漂亮。等一下，好好的来大玩 VR 一下。哎，我跟你讲，这样我想到，因为Kid 算是新手爸爸嘛，他也要先讲一下，比方说给他个五分钟到十分钟，讲一下他的新手爸爸经。大家想听的，比方说你怎么看到你的小孩啊，或者他刚刚才讲一个小时，讲一点。有，其实我觉得我跟台哥的想法其实蛮接近的，就是我跟他一开始不认识，一开始不认识，也没人介绍你们认识，对，然后
那个小孩啦，他就说小孩，然后甚至他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九个月，我们都跟他其实没那么亲，没见到，没见到，没见过。然后但是呢，真的从会想要这样子喜欢小孩，真的是从他蹦出来那一秒开始，然后就觉得哇，小孩怎么这么的可爱？那当然是我觉得可能是仅限自己的小孩，这有点小小的私心这样子。然后呢，就是越来就越看越可爱，越看越可爱，然后就会开始就会想花多一点的时间陪他，嗯，然后想花比自己更爱自己多一点的那个爱去爱他，嗯，然后爱到可能老婆也会小小的吃醋，老婆会吃醋，没有，他会觉得说，哎呦，你今天要不要抱我？你今天都抱木木那么多这样之类的，很温柔的方式，对，温柔的方式，好可爱哦。啊，当然我也会，对，然后。所以就刚好，我觉得这有点像是不同时期的我吧。嗯，所以我就想说，就蛮乐于的在网络上分享给大家听，给大家看这样。那因为很多人好像都不太，就是有点像是什么隐私的问题，就是把这个木木都把小孩都可能就是遮起来啊，或者是不让大家知道小孩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就我自己的想法是，可能我自己就很乐于分享这种。幸福感，对，喜悦感，然后给大家，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每天去24小时的分享我在照顾小孩的那个过程已经是现在我的重心了，这样，对，所以很累，但我觉得生小孩很累，然后但是我觉得的确是现在最幸福的状态，嗯，对，然后我之所以可能会那么的喜欢小朋友的，就自己的小孩的关系，有点是投射心态。可能以前自己一直觉得自己的爸妈没有那么好的照顾自己，所以我觉得现在有能力了，我就觉得，哎，可以多花一点时间陪他，多花一点就是物质上的东西，让他好好的更享受这些事情。所以我就觉得，的确这几个月真的蛮辛苦的，但是我觉得一切都蛮值得的。然后就是真的也很感谢就是木曜啊，然后给我一点自己的时间。让我多陪一下我的家人，这样子，对，就是觉得蛮好的一件事情。感动，感动，感动。上次听台哥说，爸爸有的时候就是最爱小孩子的那个瞬间，不是他出来的那一刻，因为一开始有点陌生，想说，哎，怎么会多了一个人这样？上次伯恩也是这样讲的嘛。你是从哪一个瞬间开始爱上木木？哎，我真的是从他蹦出来那一刻，然后开始哭的那一秒，我整个就爆发了，父爱爆发，父爱爆发。你也跟着哭了。哭爆了，真的是，对吧？这应该是会很感动，对啊，哭爆了，对啊，对啊。然后就现在就是真的觉得是人生真的是一个另外一个阶段嘛，所以就现在就是哎，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哇，我们自己能够长到这么大，不容易哈，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就小孩其实好像很容易不小心受伤了还是干嘛的，对，会很担心，对，开始很担心，对。然后说哇，我现在其实长这么大了，然后有能力赚钱什么。其实自己已经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而且都长得还算蛮好的这样，对啊，好善良，然后就是要把更多的爱给木木这样。对啊，就是会有点这样子的心态。要代表我们的观众问你一题，就是我们的观众都很在乎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木木稍微长大一点以后，如果想要打电动的话，你会让他打电动吗？会，我觉得会。你会让他打 Candy Crush 吗？我会让他打水族箱，接爸爸的关，我跟不上你啊！跟不上我，每天在住小孩，我已经4000多关，一万关，真的9000多关，他已经9000多关停很久了。我强烈建议五千关了，我5000关了，我快追到，可是就是永远追不到。你才差4000关，你最少还要一年。我以前是差10000关，对啊，这样想，你要想他这段时间有多无聊。对啊，我就是在玩的，在顾的时候，就是我也会稍微玩一下，玩一下，玩一下这样。另外一个游戏也5000多关，我再介绍你。他介绍我已经，我完全不想玩城堡嘛。对对啊，新的城堡我也不敢玩，好多。你们玩一些像样的游戏好不好？不要再玩这些。好，讲到像样的游戏哦。在讲到像样的游戏之前，你先去准备，我还有点话要讲。你再问一下，这等一下呢，要上的我们证明到要上的影片是一只下班去吃饭，是台哥跟那个 Hush 的。Hush 访问 Hush 的一个音乐才子的一支片，同时呢，这个因为我们的那个日本连载还有一篇，还有一个台哥的那一篇，我们还没有播出完整的嘛。我们经过了这个考量之后呢，台哥的那支完整的，我们会直接上在深度会员。
所以东京篇的完整会在深度会员。为什么我都要上在深度会员？可是以你挂帅的，明天会上映一支长达1小时08分，所有的片段未公开片段全部集合在一起，有1小时08分最强花絮，明天会上线。掌声鼓励一下。他把你推到最高级，你是不是听不懂？他就是说你的东西没办法在正片时间播，没有办法。对，要在邪片的时候，对，那礼拜五。对，因为很多观众他可能我们在连载的时候他就已经看了5遍、10遍、100遍、200遍，等到我们出总集片的时候，他等于是要让他看第200多遍，不好意思，他也没办法细细的去找说到底我们没有公布的片段在哪里。是不是打哈欠？没有，咳嗽。所以我们干脆把这个所有没公布的片段帮你整理好了，我们整理起来。那，台歌的片段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有个15、20分吧。与其说台歌的片段，不如说是那个恋上变装娃娃那一段，有15到20分的隐藏片段没公布。然后我个人有20分钟的隐藏片段没有公布，这样就40分钟了。然后前面再加上大阪跟京都有公布跟没有公布的零碎的拼起来有1小时08分，所以等于是我们这个周末连假前我们会上2支影片，是等一下的下班去吃饭跟明天长达1小时的花絮总集，然后东京片的完整版我们会上在深度会员，对，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这样跟大家解释一下，好，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要去玩游戏喽，好，走，去玩 VR， 来 game 多走，要换到客厅去，哎，直接过去哦，哦。在大家移动的过程中，我们会放一个我们等一下要玩的这个 HTC 的 VR 的影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好，来移动移动，转场转场。好了，我们准备开始了，是不是少一个人？走，他在换东西。对，少一个人之前，我先口播一些资讯。你说，我来介绍一下 HTC Viverse， 我念对吗 ？Vive 的 XR Elite， 我念对吗？都对。Elite 就是那个 Elite， 日文的 Elite 就是精英的意思。Elite 哈，大家对元宇宙有想法吗？其实，在元宇宙虚拟世界中，不用出门就可以瞬间移动，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HTC 的开放元宇宙 Viverse。架构在 Web XR 上，透过手机、电脑或 VR 装置的浏览器就能进入。想要有自己专属的空间跟 Avatar 的，就是那个化身的意思，对不对 ？Avatar。上网搜寻 Viverse， 免费注册就能获得一个新手 World， 可以展示你的数位收藏，以及跟朋友相约，在这个我刚刚讲的 Viverse 元宇宙里面去相约啊、聊天啊、去玩。除了手机、电脑以外，你还有一种方式可以进入刚刚介绍的这个影片里面介绍的空间，那就是 VR 装置。我们今天要玩的这一款就是 HTC 最新的 VR 一体机 VR XR Elite。可以轻松的进入刚刚的虚拟空间，也让玩 VR 游戏远比你想象中更轻巧容易，不需要安装定位器，不需要接线。哎呦，不需要安装定位器，也不需要接线，无线的，有这种 VR？ 哇，这么屌！好啦。不得了了！玩什么？我们现在玩一个叫做超级不恐怖，一个很普通的游戏。好哦，所以我们现在要猜拳选出幸运儿来优先来体验这个非常不恐怖，然后幸运儿。我把这个机会先让给他们。你先等一下，没有。我看到 Rundown 上写说有一个特别不恐怖的六楼是最不恐怖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选出一个超级幸运儿玩六楼，什么意思？然后跟普通人玩其他，这样好不好？六楼是什么东西？很高是不是？哦，我可以每个人都玩到吗？可以吗？嗯，好，那我们先猜拳谁第一个。来，跟老总五六楼我就不去了，因为我只知道二楼跟三楼是餐厅，其他我不行。好了，可以了，来猜拳。好，猜拳吗？对啊，赢的选去，我不去。不是，现在我们先选第一个。第一个赢可以选最后一个啊，自己赢就怎么选啊？我六楼放在最后一个，然后看你们谁要选最后。请到时候，请到时候不，然后说我赢哦。然后不，然后不。假设不，假设不，假设不，哎呀，我们四个赢哦，怎么会这样？你都没变，你才变一下就剪刀石头布，哎，我是赢，压轴啊，太强了吧？
你要压轴确定？压轴六零啊，最后一个压轴最后一个，我最后一个最简单的，最后一个六啊，不是啊，那你就第一个啊，那你就第一个啊。第一个最简单，对啊，真的吗？六楼最后，六楼是干嘛？那个跟我讲是什么？不是有恐怖的吗？我觉得，我这样讲你听应该恐怖好了。就等一下你会站在一个平衡木上，然后它是在大楼的边缘，这样是恐怖吗？哎，这个我不能玩，我不要玩这个。那台哥，你选一个，你选，我觉得你选第三好了。第三，先看前两个人。第三是什么？就第三个玩了。比方说，我现在躺在游泳池里面，这样躺着。这样，然后周围有一些洋妞那种，对，那种，那个我等一下吃一下来告诉你。你我先暂定，你是顺位三，好，来再猜，选顺位一。三刀石头布。我最赢啊！啊，不，我顺位一，顺位一，好，顺位一，打个一，现在选二。三刀石头布，第三名。二是温妮，三是台哥，四是玛利亚，然后那个央跟 Kid 决定谁玩六楼啊，六楼就给央央了，大胆央了。有洋洋啊，洋洋也想玩啊。OK， 好，哎，都可以。来，洋洋玩，给你玩。所以我先。EC 那个游戏是怎么样？他是从一个平衡木上走过去拿东西，是不是？对。哦，每一个都是从平衡木上拿东西，只是东西都会不一样。会不会我玩不好？不好，因为我应该不会尖叫，因为我应该不怕。应该要马玛利亚玩，那不然这样嘛，他玩完以后呢，你有权利可以抓一个 piece 来再玩。好，我先，我先看你上，看一下，在这边看到。对，好。VR 不用接线很有魅力，我没有看过不用接。那怎么弄的啊？会不会是有点像是那个？所以要走那个？概念啊，即便是这样，哎呦，那个吗？是要走这里吗？我可以出去吗？小心哦，小心哦！他位置线对吗？VR 的网购吗？有一种去新庄还是？为什么他这样子？为什么我要上这个地方？这个，你先叫他，你先叫他。先回电梯，电梯哪里？对啊，最高楼，你帮按。哦，先按。嗯，是什么意思？这样。哦哦，然后嘞？啊，要上去吗？大哥，现在临场感怎么样？就是在那个电梯里啊。这个要看，我想他这个电梯的用意就是看得到外面。他在用，我在上升，我在上升，上升，真的假的？真的，我在上升。我跟你讲，他这个电梯用意是让你好像进入了，真的是进入那个环境。靠腰。哎，吃甜甜圈吗？我要吃甜甜圈。对。为什么？那你要往前走，往前走。我明明不想吃，为什么？不是，哎，靠腰。还那个大哥，你要站上去啊！你要往前。前面有一个真的一个平台，一个木，对对对，有一个木头。不是啦，这个不行，这不行。哎，这很恐怖啊！真的吗？不行，这不行。你也不行。你会吓死。这不行，这不行。哦，这我不行，这我不行，这我不行。快点啊！我真的不行啊！这没那么恐怖吧？真的不行啊！所以戴上去真的很真吗？这个我不行。啊，聪明，聪明，找到生命，找到出路了。我不行。这么恐怖吗？真的这么恐怖吗？真的啊！哎，等一下，大哥，你先往下定住，让我们看一下下面是长怎样。不是，你至少走到甜甜圈那边干嘛？哎，你看下面。没有，不是，我们现在不是你看下面，不是我们这边看没办法看到那么下面，你要走到中间。我不行。你白痴啊！里面没东西啊！哎，我真的不行。哎，那你先，先让二棒。哎，那小弟，感觉到上帝的声音嘛？我在天空跟你讲话的感觉。你在哪？我在天空。有鸟。来，走出来，走出来。上帝可以牵我一下吗？上帝。还是你用爬的，大哥你用爬的，不行。用爬的。好丑。哎呀，好，我知道。好丑的，滑过去。再来一招。你脚在下面。不行。我跟你说，你用蹲的。你看前面。玩的还没玩就这么好笑，你到里面来你就知道你不行了，不可能的，真的啦。两位，你再试一下，再试一下。怖莫里。哇！哈哈哈哈哈哈！好可怕！好可怕！好了，这样子，那个达哥先观摩一下，我们先让二号出来，二号是谁？威尼森。你敢吗？我不知道我敢不敢，我试试看。来。
塔哥，有没有看一下塔哥？我是二楼吧，我是二楼。刚刚被推那一下，应该真的有坠落感。对啊，你应该有吓到吧？很可怕。对啊 ，Kid 哥也没得过。对 ，Kid 哥会在后面嘞，好可怕。哎，我不会，同样的事情我不会做两遍。对，哎，我稍微看一下 Rundown， 我真的不行。达哥那个应该是最好的。真的假的？什么意思？什么叫最好的？我靠，这不行啊！你看嘛，看到没有？没有，他现在哦，他现在进达哥那边，那不行，不能去达哥那边。没有，你走一次，不要了，你去吃甜甜圈，去吃甜甜圈。我担心感染，真的。他现在下去另外一楼吧，这里吃不行，等一下你给我踏出去一步。不是，他的也是，他的也是那个，我知道啊，我看到了，你出去。不是，我说他去别，他去别楼层，但是他不是这个，他不是这个场景。他先试试，对，你猜到了，你猜到了，是不是不行？不理，我靠！你看吗？怎么可能呢？靠，不可能！好，我试看。妈哟！我靠！像是不能，不行啦！哎，不要吹风啊！哇，有风啊！为什么有风？不要吹到海哥就好，吹。哇，这好身临其境哦！海哥，你先躲在鸭子里，他知道这里风很大。可以吗？可以，可以。哎，有鸟飞过来，有鸟飞过来。我们是史上第一个，后来这个游戏根本就没有玩了，我们就一直在那个入口的。哎，小心目光，小心目光，玩了一集。啊，走不出去呢。是不是走不出去？哎，等下不能闹我，我真的不行。你看嘛，真的假的啦？不是我在演，真的。哎，不可能吧？哎，我真的不行。你不相信？我不相信。拉倒。真的假的？你又拉到了，真的。那个真的很慌，不行，出不去。你看吧，真的假的？你去别楼层。真的冷，我要去别的地方。我是一楼。你按着。啊，妈哟！按着。对，后面那个。这个吗？后面这个好。按。按着啊，哪一个？要对着我吹啊！我都下好了吗？哦，太冷。哦，一楼了。还要去哪里？要去哪？风先关。按哪一个？好冷哦。要按哪一个？我要去哪？站最高楼。因为它会不同的。它都同一个高楼。啊，不是会换景色吗？我心脏跳好快哦。我现在去哪 ？Sky Brush。你要帮他换场景是不是？露出去的东西会不一样。哦。我们先选一个勇者，至少先玩一次，好不好？我觉得 Kid 可以 ，Kid 哥，哎，这有数哎，那我先玩，你叫他去吃，哎，我跟你说，他们的16楼，没有，我先试看看，因为你要去玩，你先 pass 给 Kid 姑，我跟你讲，先给我，因为我跟你说，你在哪里？真的，我你先拿下来啊，好，我可以拿下来了，好可爱哦，你太太看，我要先进来电梯里面。不是因为我现在生小孩了哦，我跟你讲，不要怕死。我跟你讲，你走开，对不起，你去旁边，你来看他行不行？来，哥交给你。我跟你讲，我真的好像可以。真的有点难了。电梯了吗？你搭电梯了吗？哦，那个心脏什么，哎，我有点晕哎。你看，电梯，你要看右边。我靠，看右边啦。你还没啦。我靠，你是黑天，你是天黑。哦，你不要头探出去啊！你头不能出电梯啊！他头出电梯啊！来啊，吃蛋糕啊！哎，我走出去。讲话啊！吃蛋糕啊！走出去一下。哎，感觉好像感觉那样可以耶。他有在深呼吸耶。哎，木木。木木，爸爸在这。我干你！不是，哎，说对不起。我觉得这个木头，说对不起，对不起，不是你们故意那个木头，没有，从到尾没有人动。哎，那个木头，那个对啊，这样很不稳。我要继续吃了，我应该 OK 哦。Go。干。小声的嘛，怕影响节目。你们不要吓他，你们让他自己走，应该可以，慢慢的应该可以。这个距离是真的跟里面的距离是一样的吗？哦，就是这么长哦，这么神。
我们听的歌都蹲下来了哎。我掉去了，我掉去了，我掉去了。我刚那个过程之后，我只有想到我傻怎么办呢？超级恐怖！怎么办？我要穿全裤哎，还会掉下去啊？掉下去超恐怖，真的不行，很恐怖，对不对？超恐怖的啦！我跟你讲，你们真的等一下试，不要真的不要闹，不要闹，我跟我刚刚闹你们，对不起，真的我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对不起，我真的对不起你们，真的，不是你是我们全村的希望，你啊，我知道了。没有，我觉得我可以。玛利亚怎么不行啊？没有，你真的再一次。我觉得你可以，那我们不闹你。给 Kid 哥一个 revenge 的机会。心脏会跳很快，你现在脸有点发白。对啊。不是，我刚刚你刚推我，然后我掉下去的时候，我真的吓死了。讲话有点短，太诚恳，他说我真的吓死了，吓死了。哎，我真的生小孩之后，完蛋了。我看我真的可以走出去。哎，怎么？这个这边有一个空隙，不要推，我真的打到拉到腿。真的假的？哎，我跟你讲，真的蛮恐怖的，真的蛮恐怖。什么什么？谁说普通的游戏啊？对啊，而且第一个就这么恐怖，等下这样还得了？哎，等下我去吃蛋糕怎么吃啊？按这个可以把蛋糕拿起来。中间这个。后面啊，哎，哎，太可怕了吧？哎，那怎么是这个？没有，不行啊，不能按呢。你要按后面那个，我按啊。靠近他一点。哦。哎，别闹，想好了。没有，不闹你。哎，我刚掉下去那个，哦，心脏很可怕。我觉得王真捡了一条命。他讲不出，他话没办法讲完整。不是，怎么那么恐怖啊？真的，我重点是我觉得那个板子不稳啊，所以增加那个真实性、恐怖度，那是故意。不是你这个这么不稳，很恐怖哎。对啊，没有，那是因为那个整个画面已经骗到你的心了。哦，我要先说服。整个画面。往上看，对。我要说服我自己。哥，你往上看，对。有鸟，有鸟。哎，我跟你讲，往上看比较不恐怖。对啊，往下会很可怕。那你看蛋糕啊，你看蛋糕啊。看蛋糕，哎，到底是怎么会有人敢？没有人。真的脚好软哦。看蛋糕啊！我真的走不过去，好可怕哎！走不过去。你现在是用你的那个理性在控制这一切。我现在就是在享受，这边是百霞，还是眼睛是闭着？这边是台哥，这边是达哥。你眼睛是闭着，对不对？没有，我有看。没有，你不要跟我讲话，我会觉得比较恐怖，真的。那你看蛋糕。蛋糕都掉下去了，你手上不是啊，我根本来这边吃蛋糕、啊。怎么碰到谁吧？是啊，可以回去了，怎么回来？回去，安心的走回去了。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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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Oh my god！ 哎，那个真的很恐怖。过关，走回去就过关了。走回去，啊？那为什么他刚刚掉下去了？对啊，他刚刚走得很好哎。我没吃到吗？你有吃到，其实。他刚是不小心走到木头外面了，是不是？嗯、那个的大小，就是实际上这根木头的大小。然后，我们的外摄影机会去辨识我们的脚有没有掉下去，这样子。所以他刚刚是真的掉下去。你刚刚掉下去吗？我刚没有掉下去啊。我刚刚走啊。他刚还在木板上。对。头往前了，平衡掉了。哦。哦，所以他也算那个平衡。哎，这哇超难的，对啊，连 K 的歌都吓成这样哎。我刚刚都不行啊。哎，我突然间用那个站在玩家的身份发表一个感想好不好？
我看你们这样玩，我没有办法想象怎么样带有限的装置玩这个游戏，因为你我觉得你们对啊，有限的话会被缠住啊。对啊，我觉得你们好自由，想要怎样就怎样。嗯，真的是身临其境哎。哇。天哥这样，哥脸色发白。对啊。哎，我会怕，对不对？连哥都会怕了。我觉得那张椅子给你。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不会怕。应该没有人不会怕。嗯。我们现在先忘记刚的顺序了，我们现在直接选出木曜团队的勇者。洋洋啊，来了。洋洋上。洋洋上。这阿布玩一定哭。洋洋刚穿了，对。哎，你有穿安全裤吗？我穿了，刚刚穿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是什么？这什么？已经做好露的准备。不是。他搞不好可以。我跟你讲。哇，今天这个感觉会毫无畏惧的走过这条，就是木曜的大哥，有意见？没有。如果今天木师说，在哪？如果今天他这样大摇大摆的走过去，大摇大摆回来以后，就是我们老大，哪一根？这根没有，没有意见。OK， 这根，然后我要按哪一个？木人兄弟不是睡了吗？这个拿，你看不是睡着了吗？没有。那你再看，电梯都敲就好。因为我敲那个日本人那个主持人叫什么？汤姆里桑，很多粉丝跟我讲的。哇！我有主持，我想要带莫里。哎，很真实哎。看没有，他的感想跟大家不太一样。他说很真实。哎，我跟你讲，这样看都很可怕。打开，等他打开来就很可怕。其实你还没上，你还没上楼。对，我还没。右边最上面。有，他已经上，他上。我在上楼中。哦，我要吃什么？南瓜。哎，这是木头吗？南瓜你会想吃吗？南瓜好像不会，哎，这个很真实哎。等一下，哦，哎，这个，我跟你讲，掉下去真的超恐怖。哇，那个木头。其实掉下去，你是脑袋还会想事情的哦。我现在终于知道跳楼是什么感觉，但是跳楼的勇气真的超级无敌恐怖。跑马灯。嗯，因为你这样，我刚才。一直想说我不想死，我还要木木什么的，然后就真的假的，我就死了。你们太真实了吧？真的，很可怕哎，会抖。这是木木的。这个木头是我们精选，故意选一条会抖的吗？它可以设定。那按按哪个？下面有什么？加工。谁的什么？哦，我打起来，然后上面会有钩，钩起来，什么意思？你的抖会想真的会掉下去的感觉，对不对？你还没掉。等一下，等一下。再近一点，然后呢？拿起来，上在发抖哎。对啊，这么恐怖。按前面开枪那个，开枪那个。哦，好，然后呢？往上，你的头上。钩子。勾起来。勾起来吃。哇！哇！你要吃什么？哦，他还用这个吓你耶！啊！啊！对不对？哇！欸、他反应真的跟一般人不一样，对，跟你们两个不太一样。人家坐云霄飞车哎，他开心，他在笑，他觉得很开心。没有，这代表他对我们现场人很有信任感，他确定他是在保护他的。哎，刚刚钩子在上面是不是？我要去，你要去，你要再挑战一次。好，等一下，很要有蚂蚁。对啊，哎，那个是可以吃的吗？不能吃的。他就是想吓你，他就跑你身上。嗯，哎，钩子在哪？好，这你说勾了之后放在那个上面是不是？那超可怕哎！跟你讲没？哎，会抖哎，太真实了。嗯呢？嗯呢？你看我们看那个。我跟你讲，真的是要来玩哎，真的超级抖，超抖的。那个真的超抖，而且那个木头真的是太真了。而且我跟你讲。现在我们都说不能闹人哦，真的闹人真的会吓死，对，就会。頑張れ頑張れ。なんでヤヤさん。在前面念，可以啊，可以。啊，钩子嘞？啊，钩子，钩子。那是蜘蛛吧？还是钩子在哪？我没看钩子。蜘蛛。啊，放上去吗？怎么放上去？这样子可以吗？我勾勾看。哎，它掉下去了。看它。啊，什么意思？南瓜哎。南瓜掉下去了。看哪个？看南瓜，看南瓜。啊！南瓜在地上啊。南瓜在一楼。走回去。那我怎么办？跳下去找。不是，先不要。那我要回去吗？你先走回去，看你有没有办法走回电梯。那你用。手射出那个蜘蛛丝，荡去对面的大楼。哦，蜘蛛好大哦！
哎、欸，你的反应可不可以好一点啊？你也不尊重这个游戏的设计者。就是说，蜘蛛跳来说，其实没什么话的。直升机跳跳跳，要去抓直升机。哪里？这是什么？所以我这样子。可以把它弄下去了，去死！不是你在那边干嘛？你刚回来。对啊，转头啊！我转了，哎呦，蜘蛛烦死了！跳进来，跳进来，跳！也真的太大了吧！可以呛哦，可以呛哦！哎，关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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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关门在哪？门关！要前进一点，前进。二一楼吧。难得可以有直接，哎，这个，哦哦哦，没事。我可以直接让他接着挑战。哎，我跟你说，这真的很难哎，他刚刚根本挂不上去。一样一样啊，因为其他人应该没机会了。哎，这真的蛮可怕。玛利亚还没玩啊？玛利亚会死掉啊？他真的会死掉。那个，我先让央示范下一个雨伞，雨伞，下面还有一个火箭给玛利亚玩啊。难得。雨伞，难得，雨伞是这个吗？我没有想玩，对，我没有关系哦。一样是按最上面，一样最上面。对对对，好。央有一种很可怜的感觉，怎么样？你看他的样子，他觉得很可怜这样子。那为什么看起来很像盒子？哎，很累。哎，这是什么？哎哎，那你这什么？看起来好一点。你按错了，按错。这是火箭，最上面。这应该是火箭吧？他就是让你三选一，是不是？哦，哎，这个对心脏不好哎，真的，很真实，真的太真实。我跟你讲，你会觉得你真的是在高空中，是不是？你们在，而且没有安全措施的感觉，比这个看到更真实。Oh my god！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是因为我们现场一直在讲话，我刚刚走出去是因为我一直要相信你们，我就在麦卡贝，我在麦卡贝，我在麦卡贝。对，啊，要说服自己，对，有点难。哎，对。等一下，那等一下，央央上都是吃东西，因为人哦一定会被这些骗。这个在旁边看很好笑。哎，我拿这个伞要干嘛嘞？你在上面一点都不好笑，一点都不好笑。真的，然后会慢慢下降。真的假的？要往下跳，这是玩高空弹跳是不是？啊，伞怎么开？还要怎么开？对。先拿起来。刚刚开始讲话还不清楚。跳到一半，它会自己拉开。哈？所以你要跳下去。我先跳下去。哦，怎么跳？怎么跳？等一下，就跳离木头，这就是高空弹跳的意思啊！你想要往上吗？想要往上，我举起来吧。好，跳喽！来，旁边，你准备好你就跳。左边或右边都可以。我往右边跳可，总之。好，来，三。等一下，啊，糟糕！别害怕，哇，这超高，你们有看到吗？你们有看到吗？有，三，跳，二，等一下。等一下，等，再给我三秒钟。三、一、二、零、一。等一下，真的会这样。开伞。哦，你已经到地上才开伞呢。你看你地上。哦。气错。他膝盖没事吧？我膝盖好痛啊。好可怜啊。真的会啦！哎呀，刚刚直接跪下。真的会，小心木光，小心木光。先来旁边。人家脚离不开那个木头。先来旁边。撞到。好痛啊！大声哎。先来旁边。用膝盖去跪啊，好痛。因为他跳的时候脚就软了，就跪下去。好重啊！喂，因为他刚刚完全没有出力啦。因为你每天在看很多，这比膝盖痛还要痛。先去旁边看一下膝盖，滚过来，射过来。你不要紧张，哇，真的被受伤了哎！没有，代表你真的用。你先出来看一下膝盖，先换玛利亚玩。玛利亚，旁边的人帮你看一下。好痛哦，还是海哥你呢？啊，两万，海哥做一个，我刚以为真的蛮恐怖，就真的蛮恐怖。哎，火箭要怎么玩呢？我不膝盖不，他就拿起来，然后他往下喷，会很像钢铁的那种。我就乱飞的。哎，有一点紧。好，慢点，这样可以吗？可以。再松，再这样，这样可以吗？那个他应该先从新手再松一点，先吃个蛋糕，这样好不好？先吃个蛋糕。哇，蛮恐怖的。
蛋糕掉下去那一刻很恐怖。我觉得麦芽会哭哎。我觉得麦芽会哭。欸、其实你刚才也没走出去啊！我没有走出去，我也没走出去。我认为台哥等一下在电梯边缘稍微看一下就可以，应该你确定？他应该连这都不会带吧？吃蛋糕的，你们看一下他好不好？他还是睡着，他在主持节目。好，没问题啊。要有我戴了墨镜以后，我就是在睡，不可能的。哎，是要最最上面那个、哦？按最上面。好，来喽。上楼了吗？有了，他在慢慢上楼。有了，看，你看那个电梯的缝缝，你就知道有没有在上楼。你已经按了，你已经按了，不是不是，左边缝缝，对对对对对，左边不是，右边右边。哎，不是，再往上再往上。没了，大丈夫在看呢，因为 studio 在看。来了来了来了。没了，これ嘘だからね。これゲームゲームだよ。有没有看到上升了上升了，那个缝。I'm short 是什么？什么啦？又是什么？这又没什么。Cake。什么动作？他在电梯里，开电梯里，他在看下面。你根本没出去啊！你的动作太性感了吧？你一晚都在干嘛？你在干嘛？他在干嘛啦？靠在边边。抓着木头，抓着木头，你抓木头，哦，爬出去，哦，爬出去。喂了咯。哎，前面会曝光吗 ？OK 哦。不会不会。那边还好。那个帮他扶正。这什么？露出，这什么？用贵的，对对，慢慢爬出去。不能，你说不能闹的，不能闹了。会死掉！我跟他说加油而已，我要跟他说加油。还没死，加油！慢慢爬出去，慢慢爬。我不行。什么？他的动作完全不清楚。那你没有？什么东西啊？所以他这样更可怕，更容易掉进去。哎呦！站起来了！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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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是哎呦！劈腿！职业偶像的素养，他就算他就算脸遮住，他也知道怎么样不会穿帮，你看牛不厉害？哎呦！这样子，哎呦！这样子要出去了，要出去了！眼睛要张开哦！知道怎么出去啊？好，换一只脚，再一只脚，再一只脚。怎么再一只脚？超难的。得抓一只脚。换一只脚。这怎么动作？北斗水鸟拳。小心啊，小心。真的不行。倒退更奇怪吧？这到底是什么招？这什么招？仰视，仰视。超越游戏开发者的想象。所以你要看天空，看天空，看天空！哇哇哇哇哇！小心小心小心！不要曝光，不要曝光，把它遮一下，把它遮一下。我挖你这这裙子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把你裙子啊！看天空，看天空，看天空！对对对，好。而且他很敬业，他到现在还没有把手把放掉。哎，我跟你讲，玛利亚，你左手，你注意一下，你左手在。在悬空哎，在摸木板，摸木板，没有木板，后退走超容易掉下去，好不好？什么东西？啊，我知道了，我可以帮忙他一个吗？我可以跟他讲，我从前面带领他。嗯。你握着他的手把。对，我带领他。等等。因为这样势必是过不去了。玛利亚可以吗？可以吗？你站着，你站着，你站着，你站起来，然后我带领你，我带领你，我带领你，对对对，我带领你来，可以加油，我们一起，放心有我，感受我手的温度，感受我手的温度，手的温度，来上来。来，可以来，另外一只脚跨出来，另外一只脚跨出来，来，另外一只脚，脚，哎，对，来，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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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别，再别，再，干嘛？出来了，出来了，很好玩，再，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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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小心，小心，对，对，对，蛋糕来，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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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糕来了，来，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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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好，别动。
好，交给你了，交给你了，要我在吗？你现在蹲着，我在，你现在蹲在上面。好，好，侧面过来，滑过来，滑滑，一只脚先出去，好，右脚，右脚，你滑，你滑，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就到。直升机来，直升机来，有点再来，救我 ，OK， 救我。好，我慢慢放了。不行，你就先处理直升机救我。不能开，不能开。蛋糕在哪？蛋糕在哪？对不对？我你帮他把那个裙子、那个鞋子那边弄好。好好。后面要勾到。好了，来了，他站起来了。蛋糕嘞。来了，好了，我要走了。不能走。不是，好，不能走。好，叫 Kid 不能走是吃蛋糕。上面的蛋糕，蛋糕，上面蛋糕就在前面了。放了，放了，放了，来了。看下面，你没看到下面，食指蛋糕，你看下面，看下面，啊了，这边在上面，这边，我要出手汗，蛋糕，看下面，你没看下面，慢点，可吉尼 ，take you， 没有，你要看下面，再看一点，往下看。哦，吃两个，成功了，你肚子忙啊，挑战成功，玛利亚可以回家了，玛利亚可以，我看电影哦，好，玛利亚走回来，看天空，好，站起来，站不起来，玛利亚小心哦，你不能掉下去哦，你现在掉下去，我觉得他的脚根本就在下面，这招其实不错，对不对？对，会提醒你自己现在是在平地，哦，慢慢爬回来，八股。慢点，手把不能丢，手把丢了会掉下去。木曜团队同心合力过了这一关。往后跳。可以吗？结果过关的是玛利亚，过关，厉害，快！玛利亚十个奖，很崩溃，他很崩溃。来，玛利亚，请回到现实，小心头发哦。好疯哦！你去整理一下好不好？请这边整一下。我们的例子是玩完之后都要出镜。而且他刚感觉又发白了。对。哎，那个他有一关我觉得很酷，他说鬼屋的拿到火箭往下跳，可以利用火箭飞行，会像钢铁人那样。哦，我想看 Jerry 玩。我也想看。来了，来呢，来，欢迎 Jerry。来啦，来了，来了，请啊，你玩呢？你玩了，他直接玩火箭呢。哎，戴眼镜可以戴吗？可以。他会调那个度数。哦，把眼镜拿掉，然后再调度数。他还有度数哦，好酷哦。他，你近视几度？600。刚好600，他刚好就是600度，他可以调度数。我知道了，他就是那个我们去测视力的里面那个什么热气球那个东西，哦，对不对？哇，科技好厉害，科技好厉害哦！哎，还是你不要戴眼镜玩比较可怕，你就用戴 VR 活在这个世界中。哎，到几百度都可以玩了，600最多600，就刚好是600。哎呦，你真的幸运呢，眼睛里面直接变600度，哇，那真的可以不用戴眼镜呢，比较不会那么可怕。不是啊，他如果不设定600，他如果不戴眼镜，他看不到，他也不会怕。杰瑞，你听到我的声音吗？听到。你这一关是一个火箭，你要挑战抓着火箭当钢铁人哦。好，看不到那个，往前一点推，撞他。我们现在没画面，但是杰瑞是有画面，对不对？杰瑞，你食指扣住，然后撞他。扣到。哦，上去了吗？哦，你真死。跟麦卡贝电梯比起来，你觉得怎么样？差不多，比较恐怖。他说的是真的，我们的电梯比较恐怖。然后你等一下抓到那個火箭的时候，哦，屁啦，怎么可能？你走出去啊！加油哦，哥哥！哎，这不要闹，这个会心脏病发。好，这不能闹，不闹了，不能闹了。哎呦，很可怕哦！心理建设一下，可不可以？好像不太行。哎呀，火箭要怎么弄？他抓到火箭跳下去，然后你以为有门哦？把那个食指，那个它可以
随方向。哦，可以飞啊，变飞啊！哦，我想玩呢。第二个还是你？没问题，先玩。不行啊，不行啊！现在已经有600度在里面了，只有你可以玩。你不要吹到那边，不行啊，太难了啦。把我们坐得过去好了。这么。真的？等一下，你不太行，真的不太行，怎么样？慢慢走嘞，慢慢走，真害怕哦，认真害怕，先下楼，他也说不出话来。哎，哥，他也说不出话。天的哥，有兴趣？哎，里面有600度，不是？哎，帮我调为零度好不好？可以拿掉那个就。建议讲一下，刚刚是怎么样的体验？太多。即使用坐着还是很可怕，对不对？没办法，我们没有在演哦，很难克服。哎，是不是因为那个板子会动，所以很恐怖？不是，没有，就是全你的脑袋已经被骗，你的感说的，你以为你在那边，你可以来看一下，你说惧高症的人可以看一下，如果你惧高症的人哦，我们其实都是那种感觉，真的。哎，不要闹，拜托。我勇敢的去把它执行完毕，我不能看外面呢。哎，大哥，我带你飞要不要？哎，哎，不要这样子，哎，不要不出声啊！要讲话，要讲话是不是？要讲话是不是？又来了！哎，我可以跳到那个上面去吗？什么意思？不行啊！跳那个排风口应该不行啊！哎，不要闹哦！不会闹！哎，如果我们今天准备一个超长的木条，它就可以设定成很长这样，然后相反很短，那个设定很短，那个太恐怖了。对啊。哎，它这个长度是跟里面是对应的，差不多，对对对。好强的科技！哦，哎哎，不是，我要靠这个电梯，不给我靠。对啊，那电梯不给我靠，对啊，天哪！这不够逼真啊！你拿个那个箱子，那个品味之恋的箱子给我靠好不好？真的，我想靠哎。对，我想靠啊！哎，我又想靠了。真的，没有人扶着，真的不行。什么意思？你已经出去了，已经出去了。哎，现在变很猛哎！你现在变很猛。十公分，所以它就可以飞下去。抓，然后嘞？然后一样狮子扣。哇！可以飞吗？对，飞啊！呜呼！好高哦！妈嘞！妈嘞！妈嘞！他忍住了，他没有骂出来，他忍住了。往下，哎，往下，你再下去了。很像钢铁人呢，死鬼！钢铁人击败！真的，我摔到膝盖，真的。哦，这真的很恐怖。他脸都耳朵红了。不是，我知道了。那个 Kid 拉到火箭以后，应该要让他离开那个板子，要拿一个椅子给他坐。然后你坐着的时候玩，你就比较像在玩游戏，对。不然你会一直以为你真的在飞，就没有办法冷静的玩那个。啊，什么感觉？那个飞上去是怎么样？哎，他脸又白了。对啊，耳朵红，然后脸白了。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我一直很想要拥有一个，因为我本来想说那个。看很多影片，不是爸爸就在电视机前面，哦，抱着小朋友，抱着小朋友放一个脸盆里面，然后玩那个什么云霄飞车，然后他爸爸就帮他这样动了动了动这样。现在不想要，我觉得他，哦，现在不想要，他应该是会有恐惧感。哦，那要送 Kid 的那台先不用。哦，那没关系，先送我们先。好，又要了。不是现在怎样？换谁？太可怕了。圣台哥没玩过啊。哎，他还有一个最恐怖的，我觉得你们应该没机会了。最恐怖的是什么？还有最恐怖？来啊，中！对啊，洋洋他的膝盖，你看他有多可怜。洋洋膝盖整个肿起来，好破皮了，好痛，哦！有擦药吗？刚刚擦药超痛的。哎，最恐怖的鬼屋的，你坐这边，坐这边。达哥，你再试一下鬼屋的。不行！鬼屋是怎么样啊？鬼屋没有鬼屋啊！刚刚整个磨到，你刚刚那个摔了一下，也很破皮，很痛。因为我刚就是那在那个太久了，就会忘记那个在与地板的距离，所以会直接抠下去，就是一定会坠落。真的磨到，对啊，好痛！真的拉到的。我觉得他们应该没办法。直接破皮，哦，现在好红哦，好可怜哦。
那个台哥看一眼啊，因为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两个比较没有那么，我一开始觉得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游戏，你知道吗？然后后面的游戏是比较偏游戏的游戏，还是你要不要看一眼？你试试看，你看看就知道，你就看看。托的菜子，反正又不是真的。可不可以把我就是弄到那个全部都是游戏画面，然后我去带，因为一定要在那边。你刚刚扣超大，就是不要跳人，直接去跳游戏可以。有稍微防护。哦，这样子，我也想看一下。对，我觉得你看一下，你知道我们在干嘛？你就知道我们干嘛。你给他，我觉得钢铁人的比较不会那么恐怖，因为。钢铁他没有什么理性，没有没有，他没有要往前走，他应该走不出去，对，他走不出去，应该走不出去，我觉得。哦，他应该直接一秒直接看一眼回来，然后真的会想扶那个电梯，怎么样松一点？很可怕哎、欸，他很真实，而且加上那个木板又故意有点抖抖，对，如果他不抖，更危险，对，感觉都摸不到平衡感会不好。Kid 哥还在这里，他还在，没有，我觉得那个。刚刚那个很妙，是因为你不是一直往上飞吗？然后你就离那个地面越来越远，然后就觉得越来越高。跳到吗？你不知道怎么回去。我刚刚应该把它飞飞飞，然后往那个什么，往电梯里面冲进去。对对对对，我应该往电梯里面冲进去。对。哇！哎呦！巨高症，巨高症不怕是不是？没有，我跟你讲，可以。百翔现在是用他的那个理智在控制这一对。我现在在平地，我现在在平地。真的不行了、啊。哇，他很真，对不对？哇塞，怎么会想看下面的人？所以那个恐惧是真的恐惧。来，试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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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走出去，有点冷、啊。走出去。你左手看，左手看。我想高空上就是这么冷。真的啊，谢谢。哎呦。我如果没有这个真的板子的话，我应该可以。对啊，它就是插在那个。就是因为那个板子，它这个板子不稳了。它那个板子太真了。对。这板子超你好勇敢哦！哇，你好勇敢哦！他比在平地。我跟你讲，这边都我已经可以克服了。我就我觉得他挂那个时候，哇，没掉。他直接抛出来，不想要挂他回来。他用理智在。没有，我跟你们讲，我们最大的差距是我很常玩游戏，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游戏，所以我不会怕。对，你就是用你的那个理智在控制他。可我觉得这就失去了游戏好玩。对啊。有没有觉得我很勇敢？掌声鼓励一下。你应该要被控制才对。教大家一个秘诀，可以在你的朋友面前很勇敢的玩过这个，然后他们觉得说你好敢哦，就是你好，你先不要。你先不要教，你先教他，看有没有成，有没有办法。慢点，慢点，你先教他。对，你先教他。如果我教他，然后他等下成功了，就表示这一招真的有用。真的有用。对，我不行，我要 Kid 哥胡子才。没有，你先听听看他教的有没有用。为什么？如果有用，有困难哥也很害怕哎。我。哎呀，秘诀是。我就来看看到底这里面最后一口，我帮你拿。所以眼睛就开。在那个白白的边的桌上。没事，我去拿我的东西。好像可以是可以。该不会他是教他闭眼睛，教他闭眼睛，或者教他眼睛有一半看底下，看哪里，就像哦，这样那个都翻起来一点，这样遮住一半眼睛，这样一半眼睛是在看下面。我跟你讲，那个木头对不对？它只要重心倾向另外一边，它就不会动，不会动就比较没有那么可怕，因为它会晃，所以你会觉得这是你教他的一个小包小背包，这是第一个小背包，就是你要重心在同一边，不要让木头晃。好，然后其他的我看他什么。可是我觉得那个不是木头晃的问题。我跟你讲，现场怕高的人全部不见，赶快躲。阿良也不见了。先去最上面，最上面右上，右上右上右上。不是在那里。哎，在哪里啊？哎，为什么不一样？在哪里？是背啊，是背面。不是，哎，到了，到了，到了，已经到了。你看下面，我看一下。你看下面，为什么门只开一半？对啊，就他。有，走啊，往前走。对对对，这个。来，听听看他讲的哦。对。不可能是闭眼睛，重心同一边哦，重心同一边。不可能是闭眼睛吧？
什么啊？什么 bug？ 啊，可是他要放那个钩子到底在哪？左边一点，左边一点。他还撕掉哎，他把它撕掉。对对，上面上面上面。这边挂了，能够走回来已经很厉害了。他这个挂不上去，这超难挂的。怎么挂？对啊，我那时候是不是放手就可以了？没有，那时候放手他就掉下去了。放手，摸摸他的血液哦。他直接放手。你要看他，你脱离他，头往下一点，头往下一点。哎，他怎么都变不会怕？放下，放下，放下。他真的是，他真的是没办法。走回去，走回去。他勾不住。哎，他真的不会怕哎。为什么？小心，小心，小心！好，走回去，走回去。啊，克里亚死了。怎么？哎，可以可以，直接破解。来来来，这个我再训练一个。如果再可以的，打哥，跟问你谁比较怕？问你啊，问你去。你先不要破解，对不对？嗯，对不对？问你好了，问你了。哎，可以先不要跟别人讲。我不会讲。克服了。他从头到尾都在看外面，根本没看到里面。哦，那个哦，扣不上去啊，对不对？我一直觉得他勾不上去，不知道怎么勾。对啊，怎么弄？我那时候玩也是勾不上去就走回来。哎，现在流行卖课程，如果他也过了，我们就上网卖课程。对啊，教你怎么克服 HTC VR 的恐惧。多少钱卖出去？克服3D 晕，600块一堂。Brent， 叫我问你啊，你上板子之后重心要在同一边的话，它才不会晃。好。叮，这是什么？火箭筒。对，火箭筒。すごい！哎呦，太屌了啦！太屌了吧！我要卖课程了！哇！哦，卖课程，几千万收入了吧？すごい！卖课程，然后往旁边走，找，离开地板。すごい！好勇敢呢！哎，飞回电梯里，飞回电梯里，对不对？然后，电梯在哪里？加速，你要往上。你往上，你往上。哎，好像有电梯在哪里？这里啊，哎，上来，对，哎呀，上，我去那里好了。哇，哇，哇，すごい！哇，你是 Iron Man。哇，我温大仔。哇，刚好。温大仔，哦，毕竟还是要姜是老的啦。换老，换老姜来了，老姜，老姜，我在旁边看了这么久，好痛。大家叫来叫去，我觉得好痛，什么意思？好痛，应该是 OK 了哦。你怎么在？哎，你去哪？啊，不是，我讲，来，我拿下那个，我拿下眼镜。哎，不要不要，他有镜，他那个不能戴眼镜啊，那不能里面不能戴眼镜啊。那个，哎，还是要老姜出面的意思。呀，来。老姜出嚟啦，你知道啦。哎，这样对准吗？老姜啊，台哥给他戴高。台哥这里面可以戴墨镜，不行吧？不行啊，你不要乱闹了。不行吗？哎，我最近胃也怎么那么大，奇怪。哦，好痛。之前胃没有人 care 这件事。最近肚子小了，胃变大，妈奇怪。压着。好吧，来听他。来，因为那个。对。你们的画面不是在看，对，在看前面的，对。等等，在里面，眼皮都快断掉。可以吗？嗯，可以。嗯，然后帮我拿这个。嗯，台哥加油！哎，如果连台哥都玩过，要上我麦克这里。嗯，好。哎，你刚刚已经教他了，我教他了，你教他，你不应该教他的，我不教他，我爸会死在这里。嗯，然后右手边有四个按钮，按最上面那一个 ，Frank， 托利卡，对，有按到吗？要敲他。啊，要进去电梯。大哥，你要进电梯。电梯。大哥，后退。大哥，你要进。这个，后面一点。
你刚刚在敲什么？大哥，后面一在后面。大哥，过你那，是过你啊，在下面一点点。I'm tall。啊，那下面一点点，下面。好重哦。再下。Frank。これこれです。 Hero Academy。画面都是偏高的。真的对。你要按最上面的 I'm tall。啊，要按最上面的。对，看哪里来？对，看出来，看那个字眼不对。哦，我知道为什么了，蓝蕾。嗯。因为他那个嘛，因为他那个嘛。有了吗？加油！我看有 Plank 啊 ，Hero Academy 啊。我按到有了。加油！然后帮我按 Plank。加油！有黄色按钮。有，我看到了。黄色按钮。你再走近一点。画的黄色的时候很痛。对啊。我到底天一直讲。为什么台哥玩就有一个很好笑的梗？还有你走太前面，台哥你走太前面。还有你现在里面的画面是什么？里面就是电梯啊，在往上走不是吗？你有张开眼睛吗？有啊，有。现在打开大楼啊。对对对。然后有鸟在那边飞啊。看下面一下。我看了。不怕吗？我看到楼下都是东西啊，有的鸟几个只鸟在飞啊。那个蛋糕，去蛋糕那边。我现在走去蛋糕那边，是。对，有看到蛋糕吗？哎呦，哎，你为什么没有看到路，你就可以走？对啊，没有，我有顶到木头啊。下面，哎，你的木头会晃啦，你妈不好的木头。你木头弄好了，哎，你木头不要这样晃。靠一边，靠一边，它就。你木头不要这样晃，它没办法不这样晃。哎，你重心要靠右脚，重心靠右脚，都靠右边走，靠右边。不行啊，你这样晃不行啊。你这样换我走不稳嘛？你不好我再走，你不铺好我就不走了。他没办法，为什么木头就长这样？是我们唬你。那你要木头，你要弄好木头啊。啊，你如果侧着走嘞？我不要侧着走。侧着。不是你这样会晃嘛？这样晃人一定会掉下去啊。人会掉下去嘛？不行啊，这样这个时候不行啊。这我拒绝这么危险的动作。你再走一次，再走一次。不是你如果不会晃。好，不会忘了，就可以走嘛。不会忘了，两边扶好啊。你再试一次，再试一次。会啦，你看。好了，好了，这样可以，这样可以。你看。还是会晃，不行啊。要不要换一个东西？哦，不行，你这样会晃。不行啊，哎，不能。他好新鲜哦！木板很烂啊！夹到他肩膀。不是你为什么要弄这一面呢？我看，你这样子嘛。故意的。好，我这样走。来，过来。干嘛？什么意思？没有，他这个就是故意的。你可以这样。为什么？这样就不会动，不会用。为什么？你再走一次，我走这样子就可以。你杆子都不稳，人家怎么走？不行呐，杆子一定要稳。这干嘛？为什么？这是什么东西？铁吧。贴这是干嘛的？因为高空木头，高空上的木头没那么稳。我怎么样？没有，你就先玩，你别管了，你不要管那么多，你就先玩。那你把这个拿起来。你就现在讲。你这个脚会卡住啊。可以了啦！好用，来。等一下，我走走可以背吗？对。我跟你讲，高我是不怕，我是怕快。哇！啊，那这……哎呦，你看，这叫你不要教啊！他不怕高啊。对没？我怕快。你那个就是，如果是做那个叫什么？风帆是不是？这什么？风伞。那是什么滑翔翼？那个我就不敢了。哦，那如果就是让他看正常，然后用不会晃的木头，他敢走出去吧？他这样的意思就是他不会晃就敢，对不对？对啊。哎。哦，那应该是可以。那应该是可以喽。对，没问题。可以，那就等下正常喽，正常弄脸带哦。我看到正常啊。对，他有教。他没有，他用的我没那招，没有什么像恐怖，没有跟听我说。
因为这台机器现在彻底被台哥破解了。怎么说？他要重新开机需要一段时间。为什么？什么意思？什么叫破解？就是你把人家弄坏了，他想要把它修好。哦，因为你那边乱搬那些木头，乱搞乱搞，游戏坏掉。先等一下。真的假的？这边有一台啊。不是不是啊，不是啊，等一下，不是，他现在 run 一下啊，你们听我说，在这个 run 的过程之中呢，那个 ring 我都预告好了，对不对？我的有一支预告片是好的，对不对？哎，为什么肚子会胸腔变那么大，一定有问题？哎哎，我跟你讲，都是气，会不会都是气？是有问题，妈是绝对有问题，胀气，不然不可能是这样的，肝搞不好有问题。我先提醒你，现在是在直播节目中，先不用谈论个人的健康问题。不用吗？先不用管他哪个，他要睡一段。这边有动的。啊，对对对，看到这边。那个，下礼拜对不对？我们检检看我们今天下午拍的那一支，然后从下下礼拜开始会有很多非常精彩的一日系列。我剪了一支很完整的预告片，先给各位股东看一下，这样好不好？来，预告片，抢先看。越难看，你就不要看。哪有他都会称赞的，哪有？没有没有，前面就还有人讲，越来越看，节目越来越不要看，那你就不要看，滚，就是这样。你先，我跟你讲，有一万个人觉得好看，只有一个人觉得不好看，你不应该为那，那就是叫他滚，不应该为那一个人在节目上影响这一万个现在很期待的人，好不好？好，期待了吧？我有时候连台积电都有，对不对？一定是一定是强片的嘛，那边刚刚有一个酸你妈蛋，就是这样，来吧来，开始来啊。真的假的？我跟你讲，坏了！天大的好消息！来，木头一翻，整台电脑坏掉，所以他要修30分钟。真的假的啊？都怪你！所以我们现在先进下班去吃饭，都走。哎，走。瑞吓到，瑞说真的假的？下班去吃饭。哈哈革命的呢？革命しました。拆台。隔壁，嘿，嗨，等等，为什么那个不能翻过来？吃饭 ，Hush 篇，定位什么意思？他一开始那个眼镜的对一模一样的位置，我不懂了。就是他把它放在这，然后他感应这个位置，然后你把它翻过来，他就找不到。你先入镜，我解释给你听。就是那个木头跟整个游戏是有连接的。就是你今天这个木头短，游戏里就会短；木头长，游戏里就会长。所以他，你的那个头盔上有镜头，他用那个镜头在检查那个木，他一直无数次在检查那个木头。所以他会晃啊。那我跟你讲，那就应该这样啊，你就应该做一个卡榫把它埋进去啊，所以它还是平的、啊。不是啊，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他就是故意要晃的，对，制造那个就是木头会晃的这种感觉，在高空上的感觉，在高空上很不稳定的感觉，他只是要骗你而已。
一起来的。对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加上去的。他不是故意，他就是故意的，就是故意弄成这样子啊。嗯，那这样子我怎么过去？不好过去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那叫屁啊，怪你们我们在叫屁啊。哦，不是，因为我以为是我找到他叫的原因了，所以我把它拿掉，就是因为那个恐惧感是会很真实的，逼真这样。对对。哦，是这样啊。所以。所以好了，所以你把机器弄坏了，不是？是这样哦、喔。Sorry 啊。哎呦，那我们现在是要准备来玩，还是要看先看一下下班去吃饭？怎么样？因为我们的预期比我们的游戏比预期中早进影片，所以连那边也宕机了。哇！真的假的？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节目流程，有时候不要随便去动它。有的时候偶尔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再看一次预告。我看我们不如再看一次。再看一次预告，什么？看两三次？可能要五次，可能要五次。还是我们来跳开场舞？跳开场舞好不好？开场舞也故障，不是应该很快就好了，应该很快就好了。哎，可是我还是没懂啊，你那个下面那个到底是不是一个感应器呢？不是，这个不是不是，他是故意制造那个木板好像会晃，有点这样。那里面有没有一个感应器？没有，它不是感应器。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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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一个乐高。它里面是一个乐高，垫高它的那个高度。那个布纹真的很可怕。两个乐高，它就那你为什么不把它撕掉呢？因为他这样子比较恐怖，因为他如果没有那个布纹的话，其实没有很恐怖。不是因为你布纹不好走啊，对啊，所以才会恐怖啊，对，才会这样，好像会掉下去，有点这样的感觉，对，好像要掉下去，可是没事这样，这样。就有点像是那个电风扇的原理，嗯嗯，它要让你在高楼上面有真的风在那边感觉，刺激你的感官。你还是戴着墨镜好了。对。他是可以。好了好了，哎，好了好了好了，各位，你们逃不过啦，哎呀，逃不过啦。哦，是木头的，现在是木头，进来修好了，好了，来，海哥不怕高的啦，哎呀，没有问题啊，哎呀，哎呀，来，大哥来帮忙一下啊，哎，他这个现在是不能去动他的，一动他就坏了，他这个不会晃，一动就会坏，也没有，就是我们现在把他的那个游戏里面的那个木板照着他这个位置全部设定好，哦，对，就是照着走就可以。这些科技这些东西我真的妈搞不懂，都太紧吗？海哥，这样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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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真好笑，还先把它搞垮。这边有个按钮，你要拿这个遥控遥控，他刚刚用手指按，你现在是在电梯里面隔对对啊，手指按，这样，然后你后面这个要按，食指要放这边，食指要放这边，是对对对，这楼到底是什么？哦，来了，来了，我们是充电还是电池？这样充饱可以玩多久？哦，这么久？血血哇！哎，怎么都是血啊？不喝血？是血啊？对啊，对，为什么那么？哎，他怎么故意要？怎样？没事，就是看前面，看前面。我弟弟敢，前面有个蛋糕啊。看一下蛋糕，下面往下看，往下看，看蛋糕，往下看，下面就是空旷啊。好，要吃蛋糕。哎，他真的不怕高，他真的不怕高，哎。哎，还是很恐怖啦，讲真的。就是看前面还好，蛋糕在这边啊，怎么办？在前面，真的蛮恐怖的。我讲实在话，要看蛋糕。哎，我直接进来了。蛋糕把它拿起来，然后放到嘴巴。站着怎么拿？你看不到蛋糕、啊。按刚刚那个食指，按食指。你用扣板机扣它。我都扣了、啊。再往前一点，太远了。哇哇哇，这个可怕。还有在吃的声音耶。其他把它丢掉。哎，等下，他自己制造吃的声音。对。其他把它扫掉，它还有。他自己。哦，这个可怕，这个可怕。我跟你讲，这个可怕。然后要回来。后退。有点可爱，小碎步。
可爱，可爱。哎，台哥真的不怕高。对啊。哎，这可怕，我跟你讲，哎，真的很可怕，真的可怕，真的可怕。但你做到了，台哥。对啊。真的可怕，真的可怕。我要电梯了。哇。哎呦，可怕，可怕。其实是蛮强的，蛮强的，蛮强的。换雨伞。哎，我不要再玩了，太可怕。我觉得那个不会抖，不会抖以后应该可怕度下降。下降很多。没有没有没有，我刚刚被吓到，我没骗你。要不要试试看那个雨伞？不要不要，台哥你敢玩雨伞吗？不敢，什么都不敢，不要。那让台哥试试看六楼。这什么东西？什么什么 firefighter 是什么意思？什么 rocket？ 叠楼的模式。啊。台哥你会怕吗？台哥。台哥，你先帮我到一楼。Ground。台哥你会怕？就下面。嗯。Yep。等一下，它会再下降。啊，台哥会不会死掉？然后左手边有那个板子敲一敲。原来是石子。嗯，敲把它搭下来。隐藏的哦。对，隐藏的。按着石子，然后拉下来。往下。再敲一下，再敲一下。哎呦！哦呦！哇哇哇！我不要按六楼，干嘛？六楼干嘛？按。这边。哎，等下台哥可以吼，不要，不要去。没有，我是问作为团队意见。台哥，你先打开六楼，如果你不想进去的话，就换，我们就換不要，因为很恐怖的，我不要，因为你刚刚有讲恐怖，我不要去。这个我们看不怕，这个。那你带我们去看一下，我们来玩。对，我不要去，我不去。带我们去就好。我已经在一楼了。我去了，我走了。那你上六楼之后换可以玩。台哥，你过马路好了，拜拜。你过马路，小心！有车！小心！你先回去把头盔脱掉，你走啊！你在叫谁走？那边一台车啊！我坐，很可爱哎！来啊，再过！哎，我觉得玛利亚可以挑战六楼。为什么是我？你站起来了，你刚刚就不会怕了。你刚刚不会怕了，真的真的有点恐怖，很真实，很真实，很临场。哎，玛利亚可以，玛利亚说这个中老年人可能不行。玛利亚，你刚好在中老年人的那个线上，不行，真的不行，好可怕。困难，我讲嘛，是真的，你讲话对。哎，打那个帮忙一下。你なんで？いけるかな？いけないよ。他说：“然后却在那边乖乖的戴头盔。”然后开始 set。可以，太紧了。可以。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OK。可以，那个应该不用戴。这里食指在这边。帮他整理一下刘海。OK。好，这样可以。嗨。好，来。来，请从左六楼，先走回去电梯。好，左边。好，左边的那边按六楼。你再把它敲响。好，对，六楼。按六楼。睡瑶，来喽。哦，就按到几层楼？啊，有六楼。痛，好痛。来了。哦，怎么了？飞快吗？对，上去哎。要到。就是我觉得声音都要哑了。是什么？那你要嘞？雨伞，火箭。先回到一楼，然后再按第六。那是什么？对啊，刚刚那个他上错楼了，这是在 C 另外一个游戏吧？他有一个A 比较 AR， 就是他看得到实景一部分，然后一看得到一部分实景，又跟游戏画面混合，就是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空间里面可以玩一些东西。好酷哦！按着往下。还是用左手。左手。哦，六楼。干嘛？为什么有滋滋？滋滋什么？滋滋。小心哦，用木板小心。真的有滋滋。滋滋蜘蛛啦。为什么有滋滋？要去几楼？你要到那个。啊！快点！那你逃去这个，你逃去这个。快跑！Flank， 右手，右手不是是右手，右手要去，右手最高。右手。为什么？下面。先去右，先去最上面啊！哦，上去。哦，挂了。吓死！滋滋，有滋滋，有滋滋，滋滋，滋滋好大啊！滋滋好大。King 的歌，有狙击，好来了，不怕了，厉害，
哎，出去接电话，出去接电话，那的。现在木板不会摇了，木板不会摇，放心。我为什么要接电话？那的。哎呦，电话响了啦！妈的，等我。妈的，慧玲。好鸵鸟，应该不会怕吧？已经不会摇了，不会摇了，可以往前，对，不摇。妈的，可乐在。妈的，慧玲。妈的，慧玲帮他，慧玲帮他。妈的呢？电话在上面，哇，离他好远。再慢慢站起来。还没结束，等下你先起来。没东西啊。被车撞。好。噩梦模式结束了。好，结束。太可怕了。恐怖。哎，我觉得好恐怖哦，真的很恐怖。很怕死了。结束了，结束，结束，结束。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还要被车撞。还要被车撞。还要被车撞。车好快，还要被撞。哎，刚那个黑黑的那个我看不懂，那是黑的，是有一个人哎撞过来。然后呢？一直过来，然后就是滋的那种东西，一直滋，一直滋你的头，对，很像电钻那种，对。然后滋完你就突然间在一楼，对。然后你往右看的时候，一台公车就撞，太可怕了，这恐怖哎，这游戏太残暴，太残暴了。哎，谁讨厌我？为什么？好恐怖哦！谁讨厌我？好了，你不要再玩了，今天玩的扣打够多了。哎，真的很紧张哎。Respect。我脸上脸又白了。对。哎，我觉得这个很屌。如果我要玩的话，我家里一定要有一个木头。哦。被吓死。怖すぎる。没有木头也可以玩这游戏吗？可以，但是，然后他有对应有木头，可能去炖木头。所以他鼓励大家自己在家里找一块木头的当木工。哎，可是我建议大家真的在家里还是要有这么空旷才热。对，不然会弄，不然撞到乱七八糟，很恐怖。又在客厅的正中间，对，然后桌子拿掉什么，嘴巴闭起来。可是仓库，喜欢是。刚那个如果没有木头的话，我觉得没那么好玩呢。对啊，要而且要有点动。我刚刚上去第一次退下来，纯粹只是因为它会动。然后后来我发现重心靠右就不会动，之后其实走过去，我觉得有玩游戏的人是可以了。但刚刚那个遇鬼的那个我可能不行，遇鬼那个好恐怖哦，因为它逼近你。对啊，而且你没办法攻击它，哎，真的。对啊。而且我觉得这很适合那种很少玩电动的人，真的会很真，因为很容易就相信，很容易就相信他。对，其实看一开始看你跟昆达哥玩，我有点怀疑说。我靠，有这么真吗？真的蛮恐怖的，好可怕，连我都觉得有点恐怖。我回家不敢搭电梯了，回家不敢搭电梯。哎呀，要去修根哦，要修根了。回家不敢搭电梯。你是坐六楼吗？不是，住六楼。但是很害怕。你住六楼？哇，你住六楼？没有了。刚好刚刚是六楼。可以住泰山家吗？好了，各位，那个刚刚那个惊吓已经结束了，现在要介绍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它是看得到外面，对不对？它是让你戴上去之后，利用你现在眼睛看得到这个空间，然后里面会出现一些好玩的东西给你玩。他们取名叫 MR， 对不对？就有点类似我们知道的 AR 的意思。AR 加 VR。AR 加 VR 等于 MR， 哦，好酷哦！我们选一个刚我觉得表现最好的主持人体验一下，好不好？问你来。嗯。干巴爹，我吃什么？马爹。好。这边。Yes。
我们看得到他的画面吗？哎，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他在玩的时候，他怎么把画面投来导播机的？哦，看得到你们大家的耶，你们在这哎，真的假的？是看可以看得到你的，哎，真的哎，看得到你们的。哎，真的是真的看得到我们，好真实哦，哇，好酷哦！哎，百香，你不可以不光，我把你遮起来，马赛克。对，老师这样火，是这样，我懂。懂，这么懂，而且你是这样子，你是这样，脚没有，你不是这样拐哦，这样，也要这样下去，然后嘣，因为太真了，真的，我以为要真的跳下去。对，他也想看起来也可以玩，用板机，当面就是，用板机设计，设我们干嘛？那 OK 了，你是 OK， 你是这样，砰，我在炸地耶，看超痛，我要设那个是不是？这种好痛哦，换气哇，好可爱哦，是这个吗？哇，还有声音，哎，我被射到了，蟑螂，是吗？不要射我，我可以两只手吗？这个右手，你有两只枪吧？可以吗？没有啊，有啦，没有，哦，没有，只有一只。哇，好酷哦！就可以跟朋友。哎，这后面在射你，后面在射你，就是体验那个 NR 的感觉。哎，小心啦！哎，你先起来，先起来。我在上面，我帮你。其实这头发很适合在里面。哦，它那个里面有一层拔掉，我很容易被 key 掉。在哪？在哪？在哪？没有啊，没有啊。哦，你在这射哪？你是一个头饰，是里面的。你在射什么？那个，嗯，蛮近的哦。啊 ，Kid 哥被射了，我已经被射了，哦，好多，妈哟，妈哟，哦，妈哟，一开始不是讲妈哟，他玩的好可爱，妈哟，我捕到了，我捕到星星了，哦，在哪？他好忙哦，他整场什么意思啊？对，好可爱哦，哦，好大狗，玩的好可爱，那个是什么？黑洞，A 建有防护。A 是哪一个？是 A。大拇哥，大拇哥，大拇哥，按。他现在没有要关我们。哎，关机嘞！你直接关机嘞！我关机了吗？踢到这个。我踢到游戏哦。你踢到我们那个线。对不起。我们公司很像一个纸糊的地方，只要稍微弄到就会。对，关又来又来又来。不是已经八年了吗？什么都不能碰，那个碰也疼。太多，我妈有吗？嗯，玩这会瘦哎。泰森要不要玩？而且一直动，对，一直跑一跑。这个绝对是泰森可以的，这个对，泰森要不要玩一下？到底这是打哪个东西啊？快收！啊，快收！你怎么可以？他需要这样一直位移吗？其实不用一直走位，手动就好。他算玩的投入了，这样就会一直走位啊。维尼，小心哦，好可爱哦，维尼。哎，我觉得如果在家里会玩这个游戏的，真的他可能没什么朋友。你没有，我觉得就是那个黑洞事情。对啊。他到底有没有结束的時候？对啊，他有分数吗？这个东西现在是正在开发中，它是一个 demo 版，主要是今天最新的游戏。我要怎么办呢？我要去哪？我们都刷不去。即将上市了，所以他这个是真的要让你 demo 可以玩很久很久很久。这个人怎么都死不了？我是没射到吗？喂，他们有说什么这一关结束，然后新加一关，新加一关？没有，他这个是优先让你体验一下。但以后会有第一关、第二关这样一直这样过，会，要不然就打个没完没了，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他有在射 K 的歌哎，你射我干嘛啦？不要射我！他很难死哎，他应该要不要三枪死，就应该怪严死。我觉得他玩的蛮好的，坦白说。你到底在干嘛？你在干嘛？只看到你很好笑，对啊。他有什么侦探？你完成过吗？还有吗？何勇，你算了吧。而且你最后应该有个大魔王，然后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然后就挂掉这样子。维尼城这里有大魔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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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起来！你看他你在干嘛啦？不是他，我不要被那个打到。然后你去保护他的那个下半身。哎，又玻璃了，你又踢到什么？
好了，问你可以了，我怕你。OK，OK、okay. okay 了 ，OK 了。这个很难呢、欸。为什么你玩的那么累？哎、欸，他很累。他在运动哎、欸。你到底有杀死几只？我不知道。好像一只哈。而且我会发现，我看我根本看不到你们，我只看到他们。哎、欸，就是会，虽然说是很集中，集中在那边。但我在现场是让你就是。不要撞到我们之类的啊！对，因为你会闪过我们。对，因为你刚刚是整场一直绕来绕去，没有感觉。好了，体验一下，我是觉得真的蛮屌的。我没有玩过，没有，我没有看过没有线的 VR。你们知道以前的 VR 是它还有定位器，就是你可能要装两个摄影机去对着你。我知道，你才它才能知道你在哪里。对对对。它现在已经进化成没有摄影机，没有线啊，然后充电还可以玩两小时，我觉得是。我知道这个游戏就是告诉你说它是无线，所以它才可以这样玩。对，哎，你刚如果你这样绕绕绕，有道理，有道理。你刚刚戴着那个看我们是清楚的吗？是清楚的，只是会好像没有办法专心看到你们，因为很认真。我懂，最近在玩游戏。对对对，是比较不会提到。真的是蛮屌的，我是真的还蛮感兴趣的。HTC 的 Vive XR Elite， 可以玩一些有趣的东西，对不对？因为 VR 游戏其实现在很多，大家可以上网自己去找自己有兴趣的游戏什么的，然后还可以看影片嘛，对不对？他如果能够开发成两个人。互相对的，我觉得应该有，他说有哎，有，他们说有，对不对？我们本来要玩，但你们刚玩。刚有一个厨师对决的，我们有一个比较 peace 是两个厨师，然后 PK 做菜这样子。哎，但是很适合，对啊，很像谢霆锋的那部电影。哦哦，味风味风味风味，这个还不错，这个之类的，蛮酷。我们有字卡要进吗？有字卡。今天看节目的那个观众有福利了，我们还是有木曜有回馈福利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下。好。哦。HTC Vive XR Elite 让你把 VR 游戏轻松带着走到到处到哪都可以玩，所以如果你有一台可以运行游戏的笔电，我带着笔电跟头盔我就可以玩了，对不对？哇，很屌！轻巧机身，玩法多变，可转变为沉浸式眼镜，支援手势追踪 MR 功能，给你更多游戏的可能性，还能串流你电哦，还可以串流电脑上的 VR 游戏，什么 VR 大作都能玩。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有一些 3D 大作的游戏，它是 3D 的。渲染能力吃得很重的，所以你只靠那个头盔，它是没有办法呈现那个游戏的。可是它可以用串流的，就是你的电脑去 run 那个游戏，然后它把讯号送到你的头盔里面来，然后你就可以玩比较进阶的游戏。哦，就简单来讲，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眼镜的荧幕，然后它眼镜的荧幕就可以看 YouTube， 可是因为它的运算力不够，所以你可能只能看到1080，然后你要看4K、8K 的影片，就是电脑帮你算好，然后把影像打来眼镜，这样就可以。嗯，这样对你们来讲是不是比较好理解？蛮好理解。图传的人讲得很好，图传，然后有优惠方案，对不对？现在透过木曜十套完成以 Vive XR Elite 优专属优惠方案，在指定优惠页面中使用优惠券栏位，输入专属折扣码木曜 4XR， 就可以再多获得 Steam 的千元兑换码哦。嗯，就是上就是玩游戏可以抵1000块啦，哇，真的不错。好，有兴趣的观众研究一下。嗯。我们现在只剩15分钟而已。不到，剩10分钟了，只剩10分钟了，嗯，怎么办呢？还是就直接做个 ending 好了，就差不多了。他要玩到累，因为现在也不能看，对不对？因为我们30分钟嘛，顶多就是看10分钟就跳回来这样，不然我们就做个 ending 了 ，OK 啊，好啊，好不好？今天这个暌违这么久，6人到齐，然后回归电玩游戏，是觉得是蛮不错的。哎，台哥，你做一个大总结，好了。这个恭喜 Kid 嘛，哎，谢谢台哥，谢谢各位，他要赶回去照顾他的小朋友，小木木，好不好？希望小木木呢快乐的健康长大，谢谢大家，这是最重要的，谢谢谢谢 ，OK， 谢谢大家，好不好？然后这个游戏呢，其实可以大家参考看看，嗯，对不对？说不定这个全家一起玩也蛮和乐的，但中老年人要玩那个要注意一下，那个不是开玩笑，对。那个不能太开玩笑，那个年轻人还可以，我觉得上了大概35岁以上就要注意一下。中老年人比较适合玩别的 VR 游戏啊，像我有一款我就很推荐台哥玩下棋，我常玩的就是你会在一个很高级的度假村的房间里面，然后会有一个金发美女开门走进来，哎呦，然后你们会很真实的有一些互动，而且真的有这个东西，对，真的有这个，真的有会聊天，然后你要日本的朋友也可以。
说的是呢，他跟你讲哦，很真实，然后你看周围东西都是真的这样，哦，他就在你眼前这样，然后也可以练习日本，有时候会这样看，然后你有时候会这样看，所以他这个设计圈圈是这样道理啊。不是啊，不是啊，不要乱讲，不要乱讲，感应器啊，感应器，感应器，来拿入户口。哎，我当初是真的没有，就是我对这个世代的 VR 游戏，我本来已经不抱那么多希望了。但是今天工商玩其实有烧到我，我觉得这个蛮屌的，不用线，我觉得差太多，是不是？哎，不用线差很多，真的，用线有点奇怪，这可以买一下，是不是 ？OK 了。哎，你说好想要是啊，我们等下试一下，可以在运动到。好了，那个下周见了各位。嗨，好，大家谢谢大家，我们谢谢大家，特别谢谢 Pizza Hut。Pizza Hut，Thank you very much。OK。Epidemic，Echo，HTC， 谢谢。谢谢大家，下周见，拜拜，拜拜，拜拜。觉得我们的节目好看，请订阅，然后还要记得打开小铃铛，追踪我们的 IG 以及大家的频道哦！耶耶耶 ！Thank you。